中期会议由选务所主任委员林锡山和监察小组召集人张耀海共同主持。会中，除了主席分别致辞勉励全体与会人员，同心协力办好这次选举以外，并且审查通过了市长候选人张立堂、朱南成，省议员候选人张丁灶、赵森海、蔡继雄、魏东安、欧林木的资格，基于邱鸿祥、欧云明和吴森坦三人需补缴证件，同时决定了证件发表会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候选人竞选公约。